起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它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。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让未来更有勇气。喂，瑞贝卡，我想问你，我能不能拿小号直播带货呀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按照你这个小号的量级是没有坑位费的，一般都是平台选品，纯用大概在10%到30%之间，如果卖得好的话有奖励哦。可以啊，那我现在看看选品呗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小号没有直播带过货吧？啊，那我建议你啊，你先开播跟粉丝聊一聊，预热一下，然后养成粉丝每天来看你的习惯。然后过一阶段，咱再带货。你手头最近有什么好吃好用的，可以跟粉丝分享一下。其实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你粉丝对什么东西感兴趣，然后你跟我说，然后我就再跟商家联系。行，那我现在就直播试试，谢谢了啊。你不要老谢谢谢谢，我受不了好不好？虽然没法明目张胆的帮你，咱俩也是朋友嘛。没有，谢谢谢谢，真的，咱们抽成该怎么分？怎么分啊？那我不会跟你客气的，你这人我知道。拜拜。亲爱的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家 Dennis 呢，他有个小号，一直发一些什么生活类的东西。他最近想要用这个小号来直播带货，这小号没发过广告，粉丝度粘度也特别的高，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来问问你，这么好的转换机会不容错过哦。我们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，按照合同条款来说呢，是真的赔不了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帮你去跟公司申请，以公益补助的名义补助你3万块钱。只能这样了啊，没办法，你希望的全额赔付。我不接受，补助和赔偿是两回事儿。那就赔不了啊。你该赔多少赔多少，按照合同走。那就赔不了。哎，什么叫赔不了啊？我正常续保保单，你拿份新保单过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蒙谁呢？哎，你还拿重疾新规跟我在这掰扯，你这么操作违不违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直接跳过投诉的环节，我们就法院见了。不行你就投诉吧，或者我们就交给法院来判。那就法院见吧，你还必胜客了，你还吓唬谁呢？你去一边去。佩姐，我们真的要打官司吗？
我一想打官司，我就犯怵。怵什么呀？这都正常维权的手段，不用怵啊。又要起诉，要请律师的，多麻烦呀！你这么简单案子，请什么律师？诉状我给你写。嗯，真不用请律师吗？电话给我。我还真就来劲了，我还真就。妈，哎，老汉儿。妈。嗯，商量个事儿啊。啥子事？来帮你啊。我想出去住了。这直播没日没夜的，影响你们休息。我那一会儿还一场呢。哎，不得行，不得行！好不容易回家了，还搬出去住？哎，还有他现在这个情况。啥子情况嘛？好嘛，你现在还有租房子的钱吗？我有啊。那好，你就搬出去住吧。哎，这么爽快啊？哎，你不是还要直播吗？去去去，要在这弄了啊，赶紧去。走了。去吧去吧。都不客气，夏总。我还怀起孕嘞。哎，你记得把木头钥匙给我留一把啊。指纹锁，你自己去录一下。走了。嗯。哎，你真的要走？拜拜。哎，他一个人在外头住，你还真放心呢？你总得给他点空间，让他消化一下情绪噻。他现在不是怀着孕吗？得需要有人照顾噻。丹丹，你还不了解啊？你现在不让他学会站起来，他以后更难。所以啊，我想到了，我们怎么能够帮得到他？傻子，话都让你讲光了。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太小了，我们现在要是有一个三层的大别墅，丹丹一层，我们一层，哎，底下做直播间、服装间、化妆间，那他就不用出去住了呀。嗯，有道理。那我请问您老人家，这个三层的大别墅到哪个地方领吗？抓紧搞钱噻！嘿嘿，我们都这一把年纪了，到哪里去搞钱呢？我们都是拿死工资的，哪个有路子发财嘛？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们丹丹40岁，成为富二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哎，你看他这检查结果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啊，那他怎么能自述是尿血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你没问问他，他当时这个作息啊，各方面饮食方面没。饮食太健康了，我给你看他朋友圈啊，你看，天天就是他媳妇亲手给他做的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，一点问题没有。这排骨行啊，这排骨看着就好吃，这中午咱可以点一个这个排骨吃。我看着挺不错。看着挺好，挺好。这怎么每天都有个红心火龙果呢？你看天天有啊，刘峰啊，红心。火龙果呀，他尿血是因为吃火龙果。你这样，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，你让他2周内不要再吃红心火龙果，然后去医院复查，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天天吃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哎，不是啊，那这都已经被拒保了，这还有用吗？不是，那有没有用你得试试，要不然也太冤了。你说好好的人什么毛病没有，你因为红心火龙果拒保了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而且你看你，哎，你这个人真是钝啊你。哎，你看他这朋友圈，什么？我媳妇儿，感谢媳妇儿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饭都是他媳妇儿给他做的。你看这后边，哦，这是他闺女，这也就上小学，说明他是他们家的顶梁柱。如果这次保险买不成，将来真得了什么真正的大病了，你说这冤不冤？亏不亏？乌不乌龙？这你可以啊，真不说了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去了啊。赶紧赶紧，先让他把这个事情解决好。走。红心火龙果啊，明白。
我绝对是个侦探，绝对的。Gou Dan Dan。上线播，然后跟大家分享好物啊，聊聊天什么的。谢谢佩宝宝的直升机，谢谢佩宝宝啊。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点这个好物的分享。这个是非常非常柔软的啊，因为我怀孕了嘛，经常会腰酸背痛，无论坐在哪儿都是觉得后面需要一个支撑点，然后我最近就用这个靠垫，非常的舒服。而且像我这样的怀孕的妈妈呀，很多都是在兼职工作，如果说没有舒适呢，对宝宝健康呢也是不好的，所以对宝宝好一定要先让自己舒适起来。大家如果想要的话，可以在我的评论区扣一个想要，让我知道我这个分享大家是喜欢的啊。丹姐，上大号说话。不想要。哎，怎么没人啊？啊，现在直播太难了。那宝宝们，你们想看什么直播呢 ？PK 啊，还是？溃3057宝宝。谢谢谢谢你的大火箭，谢谢谢谢小西西宝宝的纸飞机，谢谢你，谢谢啊。宝宝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，孩子父亲呢？这个我不能在直播间里说的，因为直播间不让说这些，但是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我的宝宝，让他健康茁壮的成长。哦，会3057的宝宝，那不用再给我刷了，我们主要还是聊天为主。真的太夸张了啊！那我接着这个宝宝问的问题，这个防辐射服哈，因为之前那个我也有问过，但是研究表明之后，它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去用它。所以大家放心，我丹丹的直播间是一定用的都是我自己亲自用过的东西，好的才会给大家做分享。愧宝宝。不用了不用了，真的不用，我们主要还是您可以发弹幕问我问题，我可以回答，我们可以聊天。这孩子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丹姐大号怎么了？老板儿还在。来两根胡萝卜。哎呀，要得，这个新胡萝卜新鲜巴适。哎，你那个去不去皮啊？啊，还能去皮呢？那是当然喽。那我再来一根吧。要得要得。啊，然后我再来点豆角。好嘞。嗯，来，你看这个豆果要不要去馅儿啊？还能去馅儿啊？那是喽。那我多来点，多来点。新鲜安逸耶，哈。够了够了。买萝卜1.2元，还给雪皮儿。完了，那豆角还能给去咸儿呢，还有贼迷你的这种火锅底料，说回家能炒菜，人间天堂啊，家人们！在咱东北，要像你这么买菜，高低得挨2巴掌。人家南方就是好嘛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也没有地儿下脚啊，我。哎，我一条，你回来想说一声。
我给你发微信了，你是不是没看见呀？哦，来，你消点气哈，我要跟男朋友打电话了。哦，行。哎，你这些还要不？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行。琴琴，你这起诉书我给你拟好了，如果有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让你们公司的法务也看一眼。反正我随时，咱调整哪儿就调整哪儿啊。你简直太厉害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，别客气，这都好小的事。嗯，你早点休息，千万早睡觉啊。喂，瑞贝卡。你看我今天的直播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手艺不错啊，现在都能靠打赏赚钱了。我问你的是我今天推荐好物的分享怎么样，说没说到点上？我也不能靠打赏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，我得做一个有干货的主播。你现在还没做手术呢，治疗初期是最关键的，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药。又不是不治，那也要考虑性价比噻，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都啥时候了还钱钱钱？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。钱你真的你不懂，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，能省的当然得省。我现在已经毕业了，我可以自己赚钱了。嗯，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，你这在北京的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呢？还不够你付房租的吧？你看看人家四大的一个月拿多少钱。不是在说你的事儿吗？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啊，只许说我不许说你了。一天到晚的要追求理想，不到一个月结果呢？打道回府了。我是要走的，我不是说好了我是回来陪你待一个月，然后我就出去给你赚钱，给你买药治病。谁知道是不是过不下去了，骗我。看来了吧。小董，明天你能来菜剧场吗？怎么了导演，我现在在成都呢，是有什么突发状况吗？那算了，你安心忙吧。哎哎，不是，怎么了导演？是咱们项目有什么变动吗？何导，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明天就入职是吗？事发突然，我现在也不去杭州了，正好有个扶持基金会很看好这个项目，我准备立即启动，明天就开始开策划会。啊，何导是这样的，您看我能不能线上参与啊？那没关系。哎，不是那个导演，那这个项目咱们后面怎么推进啊？这个项目说实话用不上那么多人，我准备让小孙来做执行导演了，他跟我提了一些想法，我觉得很好。你目前反正也回不来，以后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再合作。嗯，那导演那个我方便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具体是什么吗？您发来给我看看呗。啊，可以啊，我回头把他做的阐述发你，你也可以学习一下。好了，我还有事要忙啊，先这样。哎，不是导演，那个我真的可以线上参与的，我这边时间什么的都 OK 的，都是很充分的，您放心，这个没问题。真没必要，以后还有机会的啊，别急。哎，导演。Thank you.
既然要做现代版呢，就把现代做到极致，把它完全的反过来，把是非对错全都颠倒，剧里的黑就是现在的白，把原野做成一片废墟，黄金子铺满的地方实则就是地狱。孙康，你自己没想法没创意就算了，你想用我的 OK 没问题，我给你了，我告诉你了，但是你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一声，你要用我的，你最起码你要让我有这个知情权，你一字不落的给导演发过去，你就是个剽窃犯，你就是个小偷，你就是个贼。你说话别这么难听，我最多算人狗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东西了？我还以为你都知道这些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现在挺好的呀，你珍贵的东西我帮你实现了呀。嘉欣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你说是你的想法，那你给导演说过吗？有机会我也会在他面前为你说话的。无耻剽窃犯，滚滚去死。何导，这个文档我看过了，我甚至都能背了，因为这个想法就是我跟孙康说的，一模一样，一字不落。就这样的人，您还要招他进您的工作室吗？进来。佟佳熙，你是打算不洗澡就睡觉吗？咋了吗？那你说准了，我就在屋里待着了，赖导演。嗯，导演的水平一般。演戏演得挺好哈，演演全套。我为啥说啥你都不信吗？你刚刚没听到啊？因为你在我这儿已经透支了信用。你要当时不拦着我的话，我能瞒你吗？你要是不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，我能不同意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不靠谱了，我做人也不行，我工作也不行，我照顾人更别说了。我回来第一天就把你的手给砸肿了。我就想赚点钱给你买药吗？我现在不行了，我还把你的鱼给养死了，你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惹你生气的，我就只为惹你生气。你看看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什么不应该把你生下来呀？你刚才说把我鱼给养死了。我三娃死了，啊？那你说话呀？那我又不是故意的嘛，那我也不知道他自己待着就死了。我就叮嘱你，这么一点事儿你都做不好，你。那我就是做不好吗？你说，那我跟他道歉吗？那对不起，三娃，三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行了行了，我都养了他半年多了，都是他一直在陪着我。那我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我回来就是来添乱的。我是怎么跟他一起死？行了，别这么烦。你们哭啥子嘛？你吓我一跳。你咋个进来的？我也被吓了一跳，这个门都没有关，我一推就进来了。娘母俩大半夜演啥是苦情戏哦？门没锁，你不先敲下门吧。我回自家，我敲啥子门噻？我跟你说，这不是你家，这是我跟我妈的家。说嘛，啥子事？不是你跟我说西西回来了吗？我特地从青城山赶回来的。哼，谁让你大晚上来的？我家没你睡的地儿，别打扰我妈休息了，你赶紧走。哎，行行行，哎，你们玩。这是我今天早上去买的鱼，记得做给你妈妈吃啊，补身体的。你吃什么鱼呀？没有人吃鱼，你知道没有人吃鱼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今晚你就睡沙发吧。谢谢，今天可乐喂的有点多，有点软便，
妈，那明天少喂点。你现在反正在家闲着，不如好好备考一下 CPA， 好好复习。考要考的。哎呀，可乐。起来。哎呦，乖呀，乖，睡吧。明天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去买教材。这儿咋个睡呀？可乐，可乐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事儿，好了好了，快了啊！哎，西西啊，董德奇。你上完厕所能不能把马桶圈放下来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习惯了噻。这是我家，不是你家，你注意一点好吗？好吗？下一次我做到起啊。中午想吃啥？我来做。来，可乐，来。可乐。那是切肉的。那切水果的，这一共不就两块板子吗？背面啊，这背面还能用吗？小心手。下边右手，油水，吓我一跳！哎，快快快快，冒烟了，冒烟了，快点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哎呀，你铲子铲轻一点噻，锅底都被你铲破了，还多了，还少了，要不你来吧。哎，玉兰，玉兰，你到外面休息吧。这里是我的主场。我会做饭。来喽！哎，那回锅喽。清蒸鱼、耳菜汤，还有西西最爱吃的猫耳朵。我早就不爱吃了，初中在外面吃拉肚子，就没碰过。好的好的，爸爸晓得了。不过也不怪你，初中三年加起来没看过我两回。正常啊，两回说少了。丁老师，你跟哪个一边的嘛？总共应该有三回，差不多。爸爸尝尝西西做的菜啊。好吃。真的假的？
你的话我向来只听一半。哎，你先吃鱼。嗯，毕竟是首秀，还是有进步空间的。下回我不指挥你了，指定比这回做得好。嗯，那我难得回来，你让我多吃一点吧。哎呀，谁跟你抢啊？细嚼慢咽，就你这德行，老毛病胃病怎么改啊？嗯，魔方算，我记得的。嗯，蛮嫩的，7分钟。这个罩子火大了一点，5分钟。嗯，不错，好吃。你愣着干啥呀？吃菜啊！你爸做的菜，千年等一回。这个夸张了噻，想吃随时做好给你们寄过来。闲的，快递比菜贵。姐，吴云，他们那些人呢？啊，他们那个上厕所去了。这会儿午休，还没到上班时间，你打啥掩护啊你？啊，你现在赶紧跟我走，窗口那边有人请假回老家了，今天人手不够。啊，行，我给王主任也说了，借你过去忙几天。好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走，跟我走啊。今天起得挺早啊。快来，被子叠着呢，人呢？哎，你在我妈房间里干嘛呢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少管。这屋里不会就我一个人还是清醒的吧？你俩现在是穿一条裤子的人了，几度夕阳红了呀？你怎么说你也是个老师，你也为人师表一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呢？七夕，还有你，你现在是故技重施，连哄带骗，你就是蓄谋已久。你是不是忘了呀？忘了我小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，怎么对我们的？每天就知道出去玩。你坐月子的时候玩，地震了玩，我发着烧，你一个人背着我去医院，他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你都忘了吗？这现在算什么呀？干什么呢？你们两个，不能敲门哈，来喽来喽。哦，门口纸箱不要了啊，我收起走喽。好嘛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。还回来干嘛？现在你就可以走了，吃完午饭再走。西西，我去做午饭了啊！哎，
退烧药啊，你还是要吃啊，钱不是问题。哦，你现在财大气粗的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听我的噻。好嘛，听你的哦。听他什么呀？药我也能买，要你管。在的。中午家里头吃火锅，你不是回来还没吃过火锅吗？有午餐肉，有毛肚。什么司仪呀？你是？我那医疗险的客户。终于有反馈了，怎么说？夸我去。怎么说？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，狂轰乱炸，软磨硬泡，保司终于同意让我那个客户重新提交一个情况说明，再提交最新的体检报告。现在就看看核保愿不愿意加费承保了。这为什么要加费呀？你这复查结果都没出来了，加什么费呀？那争取一下不加费吗？不，你不争取试试，你怎么知道不行呢？你就跟你客户说，让他去跟大夫说，自己某年某月某日，因为火龙果吃的有点多，造成了尿阴血。你把这个情况跟人家说清楚，都写清楚。你拿着这个东西再去争取，你怎么知道不行？我觉得能行。行，没问题。喂，琴琴。哎，张佩。啊，怎么说？我成功立案了，一共花了900块。哎，那就成功一半了。是啊。保险公司那边开口了，找我协商，想少赔点儿。必须得全额赔付啊，这是你的权益，必须得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我们公司领导倒是支持我维权的，嗯，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闹大了不太好，最好能协商，就约在今天。行，那你是几点啊？他们约的下午2点钟在保险公司。保险公司是吧？你这样，我现在过去。嗯，好了。要干嘛呢？琴琴要去保险公司跟人谈判，我跟他一块去。啊，谈判我跟你一块去吧。我又不是打架，你跟着去那么多人干嘛？不是，我给你撑撑场面。你等我，我拿个包去啊。哎呦我去！你抓紧啊，我不等你啊，我这来不及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这快，我这都上车了。这个号码还有这个现居地址、身份证号什么都要写清楚、啊。好好好好好的好的啊，哎，谢谢姐。哎好。美女。哎，您好，麻烦您个事情啊，您说，您说，我可以坐，哎，坐坐坐坐，嗯，我想办个低保。大爷，办低保有点要求，首先就是无经济收入，然后无劳动能力，还得无法定的抚养人或赡养人。您看您这个，都够了，够了。哦、行，我婆娘死得早，啊、哦，我是靠捡废品把娃儿养大，好不容易成了家，有了娃儿，在工地上办事了。婆娘又跑了，就剩下个孙儿，我就是个残疾人，工作又不好找，我就想麻烦你们帮我办个低保。你别着急，我肯定帮您办。哎，您资料带了吗？带了带了。这是我的残疾证。啊。行，大爷这个您收好吧。啊。那个别的那个身份证什么？啊，都带了都带，你看，齐的齐的。您放心啊，我这个资料给您提交了，嗯，尽快审核。如果这个月审核能过，下个月您就能领上低保了。真的啊？嗯，那就太谢谢了，美女。没事没事，谢谢谢谢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你叫啥子名字啊？啊，您不用这么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就是按规章制度办事。哦，你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？我怕我以后出去捡废品，找不到人，耽误事情。行，那个。这个您先收着，哎好，我现在给您写啊。哎，哦，叔叔啊，啊，这是我们的个人电话，你有什么事就打我们的工作电话，要不然就再上这儿来嘛。哦，不能丢电话呀。你放心，符合要求的肯定能拿到资格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就不好意思。那就这个样子。哎，行行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嗯啊，您放心吧，大爷，我好好好我肯定。谢谢。嗯，没事没事的。我走了。好好好，您小心啊。哎哎哎。你脑壳有包哦。咋了呢？公事公办嘛，你有信息给他，你怕他以后赖上你啊？不能，大爷可可怜了，这还身体不好。这个娃娃还是太嫩了点儿哈。
再来一次的选择，可能更坏或更好，过去的一切就去不得，奔波落寞成过往，只剩一句别来无恙，曾经的一切互不干涉。多少人就像我，反复被生活打磨，苦笑过不说破，只能逗留在此刻，悲伤和快乐望手言和。多少次才犯过同样的一个过错，纠正过再试错，选择再一次来过，自由和枷锁关系选择。多少种好坏的，那些别人眼中的所谓的必要的，不属于我自己的表情和原则，言辞拒绝。听得懂也伤过，人生也因这一刻天大的一件事，只不过是个随波世界的场合，我手